不说的，他都是脆甜的，脆脆的。越南的吗？越南，这个削皮的啊，要削皮的。腌制下来，这个是什么汁？哎，我是煮的那糖浆啊，糖浆啊，那红糖啊。辣椒粉哦，椒盐。辣椒粉的话，人家是要辣的话，我们才加的。这种是椒盐粉的，那个是甘草粉哦。甘草粉没错，因为椒盐的话，它是吃那种酸味的，根治那果味是吧？它那个酸味有，应该不是很酸吧？这种果的话，它。